各位亲爱的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标股新天地，我是股市大师兄陈学进陈老师今天的一个台北股市持续大涨上来一如我们的规划再度的一个大涨上来，五天大涨了将近1200点，三天大涨了972点我相信今天很多的一个专家都一定很会讲，事后诸葛的一个专家，每个人都非常的一个厉害不过试问啊，当机会来临的一个时候，在上礼拜四8532点，最好的一个机会，市场上谁敢买？以及礼拜一大盘指数的一个拉回，谁敢带着会员朋友进场买进？大师兄就是跟其他的一个专家，表演型的专家不一样我们有一分证据就说一分话，大师兄就是这么的一个实在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你看呢从3月19号上礼拜四，大师兄就事先预告，我说恐慌杀过头后必有报复性的反弹，结果你可以看到礼拜五马上就大涨了多少，大涨了552点上来礼拜四我们呢大捡便宜货我买进了哪一档？买进了一个群联我相信你都很清楚。然后礼拜一拉回的一个时候，大师兄也事先预告，我说来到的一个13周，本周的一个13周的周转折，惯性改变三天再度大涨的一个972点上来你可以看到大师兄都讲在前面今天大涨上来，第一个阶段目标达成完全命中，精准的一个掌握我相信这才是怎样你要的一个分析师啊，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你想想看呢为什么大师兄一再的一个强调，我说这个机会非常的难得，你务必要怎么样赶紧拿出赚大钱的霸气你今天要赚快钱现在很多的一个股票都已经物超所值了嘛，你可以看到在这段的一个期间里面我们带着会员朋友所锁定的一个股票超跌的精品股俗话说擒贼先擒王8299的一个群联你看什么时候买？3月19号都有信息为证。3月19号跌停板跌停板直接买三成直接买三成。我就跟他说过了，暴跌隔壁藏着暴利，危机入市赚更多。结果你可以看到今天持续两根涨停板。4天3根的涨停板。今天涨停上台，我不是叫你明天再去追了那你要跟，你就是要懂得第一时间就要赶快跟上我的一个脚步。然后紧接着在3月20号隔天我们再锁定了一个怎样6414的一个华汉。你可以看到华汉今天飙出了第二根的涨停板，都有讯息为证。再来3月24号也就是在昨天那个时候，你可以看到我们再锁定的一个怎样记忆体的微钢。昨天买进，今天立马亮灯的一个涨停板。哇，今天涨停是不是又有人开始要带你去做追加了？然后合金你可以看到3月19号跌停板买进，隔天大涨上来，开心先怎么样赚一趟，然后拉回来3月24号再度的一个锁定今天强势亮灯的一个涨停板，真的是有够赞包括的一个怎样，包括的一个3227的一个怎样的一个原像隐色感测之王台盛科全数开心获利换口袋之后，资金马上转进原像，昨天买进今天亮灯涨停板真的是太棒了。所以我常说做对一档做好做满，胜过乱买十档股票。今天八根的一个涨停板但是今天八根涨停板我不是叫你去追今天我们开始怎么样第一个阶段目标达成我们今天我们就开始做部分的一个获利调节获利换口袋的一个动作就像当时候在3月9号为什么我们要卖股票换钞票要把金相光给他获利换口袋道理是一样等了那么久就是在等待这个机会，当机会浮现的一个时候你就是要赶紧跟上我们的一个脚步。为什么在这一波的一个下跌的过程当中，很多人很担心害怕但是往往看到的一个指数大涨上来的时候，哇，大涨，今天已经大涨1000多点了才开始又受不了但是你可以看到当时候在上礼拜四的时候，为什么我们敢买？我就跟大家说过了嘛，你可以看到嘛，多方它具备什么样的一个机会？你看融资余额骤减到913亿历年来的一个低水位嘛，该停损该卖的都已经卖出了嘛，这个我都之前都跟大家说过了嘛。
那筹码稳定下来了，它就具备反弹的一个利基。然后再来，你可以看到乖离率过大，技术指标进入超卖区，台股严重超跌，它要不要先怎样来回补修正的一个负乖离过大的一个情况？要嘛。所以你可以看到今天大涨上来，今天马上的一个怎样啊，突破了一个十日线位置区，再加上 VIS 啊，连续四天啊，并没有再创新高。各位你要知道 ，VIS 它具有一个怎样领先的一个怎样领先市场的一个功能，连续四天啊没有再创新高。哦，他就事先告诉我们说，在这个地方他会有什么样啊反弹的一个机会。你要知道，在过去啊，每一次当 VIS 最恐慌的一个时候，往往就是指数的一个这样啊的一个低档区。哦，过去是如此，结果你可以看到这一次也是一样，也是不例外。哦，再来包括这个各国政府跟央行就是一波接着一波。哦，你可以看到啊，包括的一个这样，包括的一个 FED 在计重手。哦，实施的一个无上限的一个 QE， 那为什么今天 FED 要实施无上限的 QE， 就是要来解决怎么样美元方的一个这样流动性的危机嘛？因为你可以看到现在很多的一个资金哇都往什么美元怎么样做抢进，哦，所以才会导致这一波的一个这样，这一波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美股的一个这样重挫的一个崩跌，哦，才导致整个的一个市场上美国的一个这样啊的一个债市的一个这样混乱的一个现象。所以今天 FED 下重手就是要来怎么样来解决这些的一个问题，啊，来减轻的一个疫情所带来的金融市场跟经济所造成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冲击跟伤害，啊，但是很多人就不懂，哇，当天，啊，FED 实施的一个无上限的 QE， 当天的一个指数没有上涨，啊，美股下跌，哇，很多人又在那边事后放炮，那今天大涨上来，很多人是不是要告诉你说，哇，因为怎么样？因为美股的一个实施无上限 QE 的关系，再加上你可以看到。啊，川普政府啊，两兆的一个美元经济刺激方案达成的一个协议啊，非常时期就是要怎么样？就是要用非常的手段，哦，所以你可以看到啊，包括的一个种种的一个政府，哦，所以你最近的一个道琼，哇，一红吃四 K， 哦，非半指数已经率先的一个这样啊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反弹上来，所以跌升就是酝酿的一个这样啊，就已经酝酿的一个反弹的一个机会，包括国安基金的一个护盘的动作。从过去的一个这样，过去的一个情况来看的话，你可以看到每一次这个国安基金它的一个护盘的一个成效都非常的不错哦，都能够达到的一个市场上稳定市场信心的一个效果。虽然全球的一个经济复苏的一个这样啊恢复的一个速度以及反弹的一个力道跟幅度啊，取决于政策啊跟疫情的一个进展啊的一个情况而定。哦，但是你也不用想太多，哦，那么毕竟在这个地方它超跌之下，惯性改变之后，哦，短线上它有机会做反弹，哦，那么反弹上来，你要怎么样来赚快速的钱？我想这个才是你目前你当下所要怎么样，所要了解的一个重点呐，啊，哦，你自己去想想看呐，啊，就连的一个全指股啊，国安基金必买股啊，全指股的一个台积电，大象都会跳舞，哇，短短的一个怎样五天的一个时间，弹升了将近两成。就连这些那个大象都会跳舞，更何况其他的一个股票要涨个三成四成，都不是问题嘛，这都是钱呐，啊。哦，你可以看到在这段的一个期间里面，大师兄跟大家怎么样所分享的一个股票，不论是被动元件的一个国巨，你可以看到国巨五天弹升了将近三成，哦，或者是被动元件的一个让这个华新科五天的时间也弹升了将近三成。哦，当然今天反弹上来，我不是叫你去做追加，因为明天如果再弹的话，短线上开始会做震荡。哦，包括的一个这样，包括的一个细菌源的龙头环球金也是一样，五天弹升的都超过 22%。哦，还有玉军光，哦，你可以看到啊，我们最爱的一个玉军光，上一次我们带会员朋友大赚特赚的玉军光，你看三天五天的一个时间弹升的超过 37%， 达到 37%， 将近四成。还有什么？记忆体之王，我就跟他说过擒贼先擒王，哦，暴跌隔壁藏着暴利，超前部署抄底成功，五天的时间三根的一个涨停板，真的是恭喜大家，一根涨停 10%， 两根涨停 20%， 三根涨停 30%， 你看五天的时间你100万的一个资金就让你可以怎么样现赚30万，这是我们带会员朋友所操作的一个股票，这是大师兄跟大家所分享的一个股票，如果你早一天跟上我们的一个脚步，你可以看到你早一天就可以怎么样赢在起跑点上，哦，甚至包括的一个涨，包括的一个华汉，你可以看到连标的一个两个的一个涨停板，哦，为什么这些的一个股票它飙涨的一个速度会这么的快？第一个它超跌嘛，公司的一个营运，公司的本质好不好？非常的好，非常的好，
哦，大师兄都事先预告，事先讲在前面。你看，我说这些股票它超跌了，公司的营运，公司的本质非常好，它接到的一个急单，营运今年营运渴望持续的一个涨，持续的一个看望。那对于这些的股票，它超跌之后，它要不要还给他公道？要还给他公道。大师兄就是帮他来怎么样伸张正义，哦，包括的一个涨，包括集体族群的一个微钢，哦，你可以看到。昨天买进，这都有讯息回正，今天马上亮灯涨停板，今天亮灯涨停，是不是很多人又开始受不了，又要带你去做追加？哦，甚至包括的一个这样细菌源啊的一个合金，哦，转机王你可以看到也是一样嘛，哦，上礼拜是买进，隔天大涨上来，开心啊，获利出一趟，然后压回来再度怎么样？啊，再度出手买进，都有讯息在这个地方，今天大涨上来，我们是不是又可以怎么样？啊，开开心心。哦，做部分的一个调节，甚至包括的一个这样，包括的一个这样，包括的一个啊 ，IC 设计的原像，你可以看到啊，啊，台盛科获利卖掉之后，然后转进原像，原像今天马上怎么样，亮灯涨停板，真的是太棒了哈。那么还有 PA 功率放大器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宏杰科，这都是大师兄跟大家所分享的股票嘛？你看最近这些股票一谈都是超过多少？都是超过三成嘛。所以我跟他说过，当机会来临的时候。哎，你如果说你过去你真的有损失，那你趁着现在这么难得的一个机会，快速的一个机会，你不要小看这三成呢，一档三成，两档三成，三档下来，你的财务马上就翻一倍。就算你过去你操作的不顺啊，但是你可以看到，趁着现在的一个机会，这么难得的一个好机会，只要你懂得做把握的话，三档股票下来，你的财务马上就可以翻一倍，不仅可以帮你把过去所失去的给他。通通赚回来，而且还要怎么样？加倍奉还讨回来。哦，秦王的一个计划隆重登场，擒贼先擒王。哦，现在很多股票都已经跌得非常的深了。哦，跌得越深，哦，弹得越高。哦，那么大师兄啊，如果说你在这个地方你不晓得怎么操作的话，哦，也欢迎啊，哦，跟我们取得联系。好，哦，你来找大师兄就对了。我来助你一臂之力，哦，让你可以赢在起跑点上。哦，不管你的一个过去的一个操作如何，哦，就算你在过去，哦，你在股票，哦，你有所损失，没有关系，你来找我，我来帮你把它加倍百倍奉还赚回来。相信大师兄绝对是你投资路上的一个好朋友。如果你不晓得怎么样来掌握的投资朋友，欢迎来找我。只要加入 Line 或 Telegram， 特别是 Telegram 盘中最为及时的讯息，哦，成为大师兄的一个好朋友，好事就是会发生。让工商时报绩效竞赛七冠王的赢家亲自带你全力锁定卡位超跌的金苹果，有 30% 以上空间的抄底钻石股，赚取快速的利润。哦，如果你还没有加入的投资朋友，来 QR Code 赶快扫描一下。哦 ，Nine 的以及 Telegram， 特别是 Telegram 啊，哦，你想盘中掌握第一手的一个讯息，哦，以及标股的一个机会，哦，还没有加入的一个投资朋友，赶快 QR Code。赶快扫描一下，哦，赶紧拿出赚大钱的一个霸气，欢迎跟着大师兄一起干大事，哦，预约明天绝佳买点出手的好机会，哦，怎么样，哦，来预约掌握，很简单，哦，各位可以拨打这个电话，哦，或是你有持股上的一个问题，哦，你务必赶紧把这个电话把它拨通，哦，尤其你手上有一些的一个这样有一些套牢的股票，哦，你要好好去检视到底你这些的一个股票，哦，它到底有没有反弹的一个机会，还是说这些的一个股票它没有反弹的一个机会，你在那边你站着不动，你还是永远会被深圳，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的一个重要，哦，如果说你想要掌握反败为胜的一个机会，快速的一个怎样啊，赚取快速的一个利润，来，哦，拨打这个电话0223219933控你0301QQ33，好，你赚啊，轻轻松松，我们明天同一时间见喽。拜拜。
本公司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